球又是穿过了三垒的防线，又是安打，没话讲，冰冰棒棒，真正冰冰棒棒。哇，这个安打也没话讲，打的实在是太刁钻的位置。比数再添一分，变成了9-0。所以要怎么去扩大那个？这个辅助判决的一个造成的一个影响，现在是有4分的影响，真的是活生生的4分。